觉得你被招进了学校以后，你会用什么态度和方法面对学生？我对那教学的态度非常认，我对学生一定会尽职尽责。我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，绝对不会偏袒，或者是绝对不会针对某一个特殊的学生。这个学生真是太差了，我早就看这个学生不爽了，真的是，真是直接给他一个低分算了，哎，不敢。作为老师，我对家长的反馈啊也是非常真实的。喂，孩子妈妈好啊，您放心哈，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非常好，我对孩子呢非常负责，孩子作业完成情况呢，真的是好上加好，非常之好啊。虽然说分数不是太理想嘛，但是还是要加油的嘛，对吧？孩子心理状态也非常的不错啊，好嘞，挂了啊。为人师表，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，我对学生的态度也是非常温柔的。他们怎么这么傻啊？会不会做这个题？会不会做？我问你会不会做？这个题这么简单，只是小学一加一等于二都会做的题目。还笑？我跟你说，你再笑，你高中都没有得上。你去垃圾场吃屎，估计没有人要你。谢谢参加本次面试，表现挺不错的，欢迎加入我们学校。好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好老师应该做的。我很欣赏你的态度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